你们好啊，贝伊，开始吧。咦，湖呢？干嘛每次看到贝伊就害羞？就因为人家是个漂亮的男孩子？哎呀，你别说了，放轻松，深呼吸。看来还需要美毛和提拉一下。好了，大功告成了，感觉如何呀，宝贝儿？咦，变帅了，感觉自己变了个湖。感谢你来做这次新套餐的实验，谢里尔，这是答应你拉客做实验的免费 SPA 券。什么实验？这不是我的礼物吗？别跑，竟然骗我！欢迎下次再来哦。瑞温变帅了呢。